Crump Jazz Cafe。特点是持球能力比较突出，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在快攻反击当中经常能创造出得分机会。在国内身高低于1米8以下的后卫，如果想打好篮球的话，应该做到首先你的意识一定要突出，一定要做好一个领导者。而且速度一定要快，你一定要有非常优秀的脚步，这样在遇到协防补防的时候，你可以轻易的过掉对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一定要有颗勇敢的心，因为个子矮的球员，你不勇敢，在场上是没人会重视你的。It's we get away, get away.